什么时候在这儿设的这个馆？这个是阿富汗进口馆。我们2021年到这边。这是您的品牌吗？对，这个毕拉路是我们的品牌。叫毕拉路，这是阿富汗语吗？还是？对，毕拉路是在我们的语言叫它毕拉路。毕拉路的意思是兄弟。兄弟。对，然后当时我们为什么会用这样一个名字呢？兄弟。因为我们跟中国有特别好的关系，可是互相了解的不多。哦。那怎么能更好的、更深入的了解有供应合作？那你作为一个家人，有一个特别亲密的关系，那我们就当时选了这个毕拉路的名字，就是像兄弟一样的。阿里·法伊兹29岁，来自阿富汗，他在上海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开设了一家阿富汗进口馆，展示和销售阿富汗地毯等商品。与这里一街之隔的国家会展中心，第6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正在举办。面对面栏目到访时，阿里正在准备参加进博会展示的商品。今年是他第4次参加进博会。今年的产品和之前参加的时候的产品会有变化吗？今年我们的这个产品种类比较多。而且各种各样的风格都有，如果我们看这个手工地毯的话，大小不一样了，风格不一样了，图案不一样了。然后我们也带过来今年我们的阿富汗财宝，阿富汗也是一个山地国家嘛，很多财宝有，包括碧玺啊、祖母绿啊、红宝石呀、另外一个今年我们正在准备就是第一批阿富汗的石榴，就是新鲜的水果。作为一个展示来到进博会，我邀请我们进博会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展位上品尝这个水果怎么样，他们喜欢不喜欢，他们喜欢了之后我们马上就申请进口这个新鲜的水果。今年的进博会上，阿里在食品及农产品展区、消费品展区各拥有一个展位，总面积36平方米，比去年增加了10平方米。如果说我是客商的话，我走到您的摊位前，您最想告诉我的是什么？我看一看您对我们的哪个产品感兴趣。如果是我们的坚果和这个水果，您品尝之后不需要我们说什么。肯定会下单的，这么自信。对，这个是我们这么自信，因为我们的一个同事刚刚来到中国管理市场，他是当天在喀布尔包装这个石榴，他们也在当地吃了很多，然后他来管理之后，我带他去很多管理的这个超市给他买石榴，每天给他品尝一个石榴，他吃了一点之后，我问他你觉得这个怎么样，他就说这个没有办法跟我们那边的石榴比较。所以我非常自信的可以说，每个顾客一品尝到肯定会不想买。阿里的自信源于他连续几年参加进博会的经验，也是这些经验让阿里成为阿富汗地毯、阿富汗松子等阿富汗商品的最佳代言人。这几年通过参加进博会，您也得到了很多官方的关注，包括媒体的关注哈。当人们开始关注到您个人的时候，您心里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从另外一个角度，在这个上面不仅看到一个阿里，主要是看到的是他带过来的哪些产品、哪些商品，然后这个商品从哪里来了，这个是给我一个特别好的成就感。每年我们参加进博会的时候，达到了很多收获。我们的产品现在在全中国大部分的平台，就目前可以进口的产品都可以看得到，所以这个机会是我们这个进博会给的。阿里的家在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家族世代经商。2014年，20岁的阿里到北京留学，在北京科技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专业。原本的计划是学成后回去重建因战乱满目疮痍的家园，可书读到一半，他就被中国活跃的市场和遍地的商机深深吸引。2018年，第1届进博会在上海举办，已经开始尝试做生意的阿里看到了机会。您那时候在做什么？
那个时候也做阿富汗的产品，当时很多平台我们试过，然后没达到我们想象的效果。其实也有一段这个低谷的时期，是吗？是的，那个时候在北京，可是我们就知道进博会的很晚，就是开幕式的那天就才知道这样的一个大的平台就在中国可以推广我们的商品。然后2019年也没有赶得上报名参加，然后终于2020年第三届参加了第一次进博会。能够参加2020年第三届进博会是阿里主动争取到的，他费尽周折找到一家展会公司，拿到了一间只有9平方米的标准展位。那次参加进博会对您而言的话是一个全新的尝试，第一次带入到进博会的商品是什么？第一次我们带过来的商品就是阿富汗手工羊毛地毯。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羊毛的地毯？因为地毯在当时的进博会上，因为很多的国家，包括的一些波斯地毯啊，这些国家都产嘛，和他们竞争的时候，您会不会感觉有压力？因为当时在阿富汗，因为疫情和一些原因，当地的老百姓在收入方面的有很大的困难，所以很多行业就是那个时候遇到问题。可是这个做工艺品的行业还是有一点一点的汲取，因为很多人可以直接把这个设备到自己家里，然后每天早上到晚上可以编织地毯，所以非常方便嘛。所以这个行业还有一点点的那个稳定的收入，然后这样选了这个产品。2020年来到进博会，这个是一个 panda 熊猫。第一次参加进博会，阿里只带了20几张地毯，尽管数量不多，但都是经由其他国家的中转才从阿富汗进入中国的，运输成本随之增加。好消息是20几张地毯在现场就销售一空，更好的消息是进博会结束后，阿里收到了来自上海、北京、辽宁等地的大量地毯订单，这些订单被分配到当地的2000多个阿富汗家庭，成为这些家庭重要的经济来源。但是一张地毯通过那么复杂的物流方式运到中国，那这样的利润空间还有吗？当时我们最主要的目的不是达到一个利润，我们当时最大的目的是我们达到一个机会，把更多的数量这个产品进入到中国市场。经过进博会之后，您在阿富汗国内在下单的时候，对于地毯的这样一个工业的影响会有多大？我记得有一天就我们把这个产品在这边中国客商下单了，下单了之后那边也有一个工厂，有一些工作人员，然后我们把这个消息给他们了之后，然后他们的一个人晚上11点给我的电话，说我今天在工厂，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非常高兴，非常开心，他们拿到了这样的一个合作，然后可以把这个产品往这个市场发。这个是当时我们有一个成就感。地毯制造业是阿富汗传统支柱性产业，在行业最鼎盛时期，地毯出口额曾经占到阿富汗出口总额的40%。但是连年的战火给阿富汗地毯业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更是雪上加霜。阿里儿时生活贫苦，曾编织过地毯谋生，深知其中的艰辛与不易。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卖一张地毯对于当地来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因为一张地毯是需要7、8个月到9个月的时间编织。9个月的时间对编一张地毯？对对，几个人编织，也可能是一个家庭，可能是3、4个家庭一起的。也就是卖一张地毯就相当于一个阿富汗的普通家庭的7、8个月的收入。对，差不多。我们在这有一个市场，那这样的对当地的有一个一定的收入和可以支持他们。但是国内那么多同胞把希望交付给您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自己肩上的压力会更大？对，当时我们是压力比较大的，因为我们不仅是考虑我们自己的，当时我们考虑的是整个这个行业的，整个这个很多老百姓做的工作量，我们看到他们多辛苦，我们希望他们的这个辛苦和这个难度最后有一个成就。2021年，为了筹备参加第四届进博会，也为了扩大生意面，阿里从北京搬到上海，开设了这家阿富汗进口馆，主打产品就是进博会同款的阿富汗地毯。当时决定在这儿设立这个阿富汗进口馆的时候啊，当时是怎样的一种考虑？因为有的客商当时在进博会上面，可能他们的时间来不及，他们没有机会更深入的跟我们沟通和了解。正好来到进博会之后，发现哎，我们国家会展中心旁边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正面展示我们的产品。我们可以进博会之后专门安排邀请他们来到我们的展厅，一年两次、三次都有，他们来到这儿，然后讨论我们的合作。这个是跟进博会不一样的一个机遇。就在阿里准备从阿富汗进口地毯用来补充在中国的库存时，2021年8月，阿富汗国内局势发生变化，贸易通道一度中断。那时距离第四届进博会开幕只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了。您当时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保证货源呢？我们当时有什么样的渠道，我们都出尝试过，陆运也试过，海运也试过。有的时候我们的货物卡住在某个港很长时间，5、6个月都有，所以大部分的这个空运来的都是包机安排的来了。当时中国政府这边也支持了，帮助了很多在这个方面。在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过放弃过这样的一个贸易？因为当时疫情影响和管理变化的影响也非常大，我们不仅是考虑和看我们自己的难度和自己有没有这个兴趣或者有没有这个利润，不是这个的问题，我们有更大的任务，就是可以把做这个阿富汗国内的老百姓的，做地摊的，做农业的，怎么可以支持他们，怎么可以帮助他们，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任务和目标。克服了很多困难后，第二次参加进博会的阿里不仅扩大了展位，还带来了新产品阿富汗松子。松子是阿富汗的特色农产品。2018年进博会首次举办之年，中阿松子航线开通，每年数千吨阿富汗松子出口中国。但2021年阿富汗国内局势的变化导致松子航线一度停摆。2021年10月，应阿富汗临时政府请求，中方第一时间更新包机飞行许可，再次打通中阿松子空中走廊，45吨阿富汗松子乘坐包机从喀布尔飞抵上海。阿富汗松子品质出众，远近闻名，小小的松子关乎成千上万阿富汗民众的生计。截至目前，通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推介和一场直播带货，阿富汗松子成为了当年进博会的明星产品。为了春节做了一个礼盒。阿里在短短一个月间卖出了3吨松子，他本人也走红网络，成为明星展商。2021年11月10日，第四届进博会闭幕当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其海外社交媒体上单独推介了阿里的故事，并特别引用了他的一句话：“我带来的不仅是地毯，还带来了家乡人的希望。”其实，您作为这个阿富汗的商业代表，在国内参加进博会，其实也是打开了一个阿富汗贸易的一个通道和窗口。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现在有能力的，有一个对中国市场有一个一定的了解，可以打开一个出道和一个窗口，
我们的最好的商品，最好的有特色的阿富汗的代表性的东西可以进口到中国市场。这个青金石，青金石，对，这个是阿富汗的，叫它阿富汗国宝。我们看到每个花纹和颜色不一样，而且每个这就算叫做宝石盆。对，啊，宝石盆，而且每个颜色是一种石头。哦，这是大理石还是？大理石、玉、卢松石、青金石，啊，都有。在2022年第五届进博会上，阿里又带来了青金石工艺品。货品从数量到品类都有了大幅提升，展位也从第一次的9平方米扩展到26平方米，分布在3个不同的场馆。展位虽然不大，人气却很旺。连续多年参加进博会，除了不断推出新产品，阿里还在他的老本行地毯生意上推陈出新。像这个地毯上的图案是有一些新的一些改变了吧？对，像这个鹿的图案，是的，这些我们的新的带过来，然后把它的花纹慢慢从传统的花纹变成一些现代的、这些是传统一点的花纹，是阿富汗地域特色的一些传统花纹。可是我们看了国内市场比较喜欢这样现代的，现代简约时尚，对对对，这样的喜欢的多、而且年轻人更喜欢这样的风格和这样的设计，所以我们跟他们说多创意在这个方面的。一个工人要做这个，不是一个人，还不是一个。如今阿里不仅在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有了自己的阵地，他的货品还进驻了上海南京路步行街上的进博集市。在这个进博会6天加365天常年展示交易平台上，阿里和他的阿富汗商品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客户认识和接受。他组建了自己的工作团队，其中也有来自家乡的员工。阿富汗过来的啊？对，一个是刚从阿富汗来的，不太会说中文，另外一个是中文很好的。通过几天进博会的展品，到现在常年的在这样的一个固定平台上的商品经营，对于您现在的经营理念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这个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中国市场是一个非常快速的市场，在这个市场我们一直不断的学习，所以我们应该赶得上这个时代。为了我能自己，因为我中文可能有的时候有限的，所以我希望我的中文有一天有这个能力，我可以在国内大部分的学习，然后把这些知识和内容转到阿富汗那边，交给更多的我们国内的同胞和朋友们。除了线下实体店，阿里还在中国社交平台上开通了账号，提升自己的带货能力。未来他希望将更多家乡的产品带到进博会，带进中国市场，让家乡的人民生活变得更好。其实这几年的发展，您在阿富汗当地应该也是一个通过贸易能够带动经济发展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商人了。我希望我们能做到一些帮助，所以今年我们也增加了我们的产品种类，希望更多的我们的阿富汗的同胞也同样的以看到一个机会。进博会是一个特别特殊的平台，所以我们每年联系到阿富汗国内的那个不同行业的这个朋友们，我们一直劝他们有机会也有计划，你们慢慢开发中国市场吧，这个市场你们肯定有一个特别大的机会。从这么多年的经历来让您评价进博会的话，您内心最想表达的是什么？在进博会过程中，每天我开幕式会看，然后我在整个过程最多的一个内容我了解到是共赢。共赢，共赢，不仅是这个平台，整个这个过程非常重要，希望我们通过这个平台和这个共赢想法，为了帮助更多的我们的人类做更多的贡献。